转过来这边。这就是那个王丑的辛酸史。这是网络上最丑的人。他靠着 TR 骗吃全网络世界。没有 TR 的五官正常是一样。可以快点吗？我手很酸。往上请先。我先帮大家确认他五官。往上。好，五官确认完毕。等一下，你要摆。这样子，拜托好。他哪还凶我？对啊，一定的啊。可以吗？啊，有看到吗？人体之肝。好，谢谢。有吗？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哎，这样就谢谢了，怎么可能这么甘愿？怎么可能？他说他先看一下。对，我先做一下效果。我来看一下，我看你看可不可以啊？这些话就是要用 P 的上去，你怎么拍都没有用。我还是会 P 啊。你看，很丑。那就是人的问题。没有。那是人的问题。不是，是花很丑，我的脸很好看。角度的问题啦。是花很丑，你看吧。你的脸很好看。角度问题。来，我拍一张，你一模一样的角度。帮我转过来，镜头不要让他看。我不要给林静看。镜头不要让他看，镜头不要让他看。镜头让他看的角度不会好看。这怎么转？对 对, 對，你给他转了嘿。还是我要换颜色？来，没有，一样这个位置，一样这个位置，你不用，来就好。没有，可是他又有一点微广角，而且他不能连拍。你很烦哎、欸。我是跟你讲说我相机的功能。你可以找一个地方，就是可以躲起来，然后就是有一种。就是被啊，对对对，那种感觉。我知道，我是花仙子吗？你不是。这样脸好看吗？等一下啊。我跟你讲，人丑就是丑，没有再好看。哎、欸，它前面那个颜色好不好看？哎、欸，林静，你看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动哈，就这里。不行，这个我的脸一定丑到死。你蹲低一点呐，再低。OK， 好。漂，动作做好，真的，真的很漂亮。等一下，一，我想我在这中间。我知道，一二，再抽一。刚刚没法连拍，你大概等下三十秒。有，一二，有了。我觉得林静讲有的都没有，这是我的印象。你看，是我的印象。我在直播。谢谢林静。可以吗？给大家看。是不是很美？可以，我跟你讲，超可以的。它只是在于超可以的，它只是在于它的这个花朵的多与少而已。它因为它很喜欢被自拍，但是它无法，因为自拍的人他让他看镜头，他没办法看到它的花朵数量，你知道吗？超可以，快点，有没有下一位客人？下一组客人要来吗？没有吧，很厉害吧？钱拿来，有看到吧？好了，没有再第二次了，拜拜。走，拜拜。